北京时间1月10号 CBA 第26轮更换了新外援的广东男篮主场对阵浙江广厦。比赛一开始，广东这边的杨金萌就利用队友掩护杀入内线打成2+1，但广厦也不是好惹的，福德森利用广东失误断球一条龙快攻轻松拿下两分。不过广东的尼克尔森是在三分线外找到手感连续命中，胡明轩也借助阿联的挡拆直杀篮下顶着胡金秋打成2+1。广东在开局打得异常顺利，广厦这边落后局面下，老将林志杰站出来一个三分帮助球队追上分差。紧接着福德森和丙王胡金秋打起了招牌挡拆，胡金秋中投轻松命中，广厦一度反超比分。此时莫里斯进入状态，外线一个节奏诡异的三分为广东夺回了领先优势。比赛来到第二节，莫里斯手感依旧活跃，接到阿联传球再中一个三分，广东迅速把分差拉大。广厦的大外援博洛西斯和福德森挡拆配合，一个三分命中为球队缓过一口气儿。不过莫里斯还是太强，他依靠风骚的节奏和变向吸引对手四人注意，妙传尼克尔森轻松打入一球。之后尼克尔森在弧底再进三分，广厦依旧阻挡不住广东的进攻潮。好在还有赵延浩一个飘逸的突破上篮打进，给进攻停滞的广厦缓了一口气。比赛进入下半场，状态神勇的莫里斯依旧不可阻挡，三分线外一米直线扔进，广东一度把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。比赛眼看要花，博洛西斯开始他的表演，篮下面对尼克尔森防守，跌跌撞撞打成2+1，为球队止血。然后广厦的李京龙爆发，在三分线外一连串命中，广东的巨大优势瞬间被砍去一半。此时广东的阿联似乎有些梦游，被博洛西斯直接把球从手里断走，反击的福德森又助攻胡金秋暴扣得分。博洛西斯接着又是一个篮下的细腻操作，脑后长眼送出妙传，广厦在第三节末段一度把比分追平。进入到第四节，阿联站出来在外线一记三分帮助广东再度拉开分差，尼克尔森也开始发挥，低位接球之后在对手多人协防之下打成2+1，广东在第四节开始又把优势拉开到两位数。关键阶段广厦的赵延浩站出来，他和李京龙一套传球配合，外线三分为球队续命。比赛最后的生死时刻，广东的新外援莫里斯成为关键，他面对广厦的层层堵截打进一个极为关键的突破上篮。比赛最后几秒，阿联又造成胡金秋的三分犯规，最终伴随着阿联的罚球命中，广东以114-107小胜浙江广厦，福德森空砍39分，广东新外援莫里斯高效拿下28分，阿联19分15篮板5助攻。腾讯体育综合报道。